好，我们接下来做一些练习。以下是将从 A 点到 B 点所需要做的功，就是我的 E Delta E， 然后有个电荷就是我的 Q。然后呢，请问你如果对正三库仑需要做正功九焦耳，所以 A 跟 B 的电位差几伏特，谁大谁小，有正跟负就会知道谁大谁小。如果你不要管正跟负，就算出来差距有多大，公式就是 E 等于 QE。刚刚跟你说了，该带正就带正，该带负就带负，往里面带，答案自然就会出来。后面减前面 ，A 到 B，B 减 A， 后面减前面，减出来是正就表示 B 比较大，减出来是负表示 B 比较小就可以了。后面减前面 ，Delta 是后面减前面的意思。OK。帅哥美女，停车站借位。这位大哥大姐叫做 Eleven， 十一号，举例，你的答案。三。你懂啥？三。三，谁大 ？A 大。A 比较大。A 大三，请坐。现在要算你对，算你错啊 ！A 比较小啊 ，E 等于 QV。A 搬到 B 要做正功九焦耳 ，Q 是三，然后 B 减 A 算出来就三嘛，正号表示谁比较大 ？B 比较大 ，1B 减 1A 是三伏特，这样要给你半颗糖吗？因为答对一半，剩下半颗要给谁啊？啊？那他现在有对一半。然后再来正四库仑要做负一焦耳，正四库仑做负一焦耳，这要做瓦锥嘞。三十六号，贵班有三十六不是吗？谁呀 ？A 大。一等于 QV， 他做的是负功，所以是负一。然后呢 ，Q 是四，然后 B 减 A 算出来是负的，就表示 B 比较小 ，A 比较 A 比较大 ，A 比较大 ，OK。练习三，负库仑做功十焦耳嘞，负库仑做功十焦耳嘞，要被瓦锥嘞。可爱小女生五号，五十二，十二，你跟上，你会讲话啊？你说一个，大声好不好？二谁大？谁大？谁比较大？啊 ？A 比较大，请坐。一等于 QV 十焦耳负五库仑八八八，算出来负二，负二表示 B 减 A 是负的，所以 A 比较大。OK。啊，请问你那负二库仑做功负八焦耳嘞？负二库仑做功负二啊掉了。我们请二十五号，帅哥二十五，你的答案，李工啊，大声，谁大 ？B 大，请坐下。负八。焦耳负二库仑，一块里面正四，正四 B 减 A 是正的，表示 B 比较大 ，A 比较小。OK， 简单小问题。好，正负正负都做过了，稍微换一下。如果这一库仑是要做三焦耳，假如 A 是二伏特，那请问你 B 几伏特啊？来，请问你 B 几伏特？来，可爱小女生。可爱小女生，九九号，亲爱的小老师大人，五，霹雳五号的五，请坐下。B 减 A， E B 减 E A 三 Q 一，然后呢 ，V B 减 V A V A 是二，所以巴拉巴拉巴拉，以上是五伏特 ，OK， 好。啊，如果换这样呢？
现在前面是 A 搬到 B， 本来现在刚才问 A， 现在问 B 一样嘛，做法是相同的。可爱大帅哥，帅哥，帅哥五吧，五、二、三、二十三、二十三，答案，李工啊，啊，多少？啊？你说他讲多少啊？搞坏了。你说零吗？对。零很奇怪、欸。不会呀、啊，不会呀、啊。哎呀，妈呀！所以呀，所以呀。零。零。你这样，就是这个就是带那个一等于 QV 去算。我讲过，到目前为止大考试没有考过这个公式。不过你希望你还是要会。就是简单基本公式，而且你这个公式有背，对未来以后记别的公式有用，所以请你背好我们的可爱的公式，叫做一等于 QV， 把这公式背好就可以了。OK。